Hello， 我来了。今天继续找玩具吧。从这辆渣土车开始吧，看能不能找到。看到了吧？看看这是什么车？陆军大拖车。有点大呀，一个手都拿不过来了。继续找找吧。又看到一个，也是拖车，红色拖车。继续找。不会没有了吧？哈哈哈，还好没放弃。大吊车。小朋友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吗？没错，它就是用来往高空吊东西的。再找找吧。哈哈哈，看这个是不是挺厉害呀？下来吧。也是拖车，蓝白色拖车。你这，哈哈哈，是不是想赖上我呀？